各位同事，我今晚开始上课，请大家照做，谢谢。各位同事，大家平安，大家好。好。真欢喜今仔日啊，有时间让各位啊三甲来做伙来探讨咱台湾实在国际地位哈、台湾实在国际地位。啊，因为秘书长今仔日下咧咧，阮咧开迄个决策会议，啊，所以我代替伊先起来，才跟各位来。研究这个问题，啊，台省有上过，前礼拜有来七十四期的，举手我看麦。哦，好，好。我是一个做45当诶医生的人啦，吼。啊，伫五当前退休。啊，退休啊，我就从开始做游民啦吼，我无爱看病啊吼，看四十五档啦吼，我做了遐啊，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我有一啊，迄、那个退休，迄一日74期的有听到，就是我要退休的前礼拜迄一日，我有一个好朋友来参加我的，讲要甲有代志要我做，那个人叫陈仲模，伊来台南，我的退休礼拜甲我讲。迄、那个你吼，哦，伊都有来参加啊。你有甲我讲，你退休不能退休，我要一个工作给你。我讲要新工作，伊讲要我做卫生部长。啊是安那？伊讲啊，你来你就知，就是要来遮上课啦。啊，我甲讲，老兄，饶命一下吼，好我过一个退休的生活一下，去试试看退休的滋味是怎么样，然后再说啦。那是5年前的事，可是到现在我还没有碰过他了哈。那一次见面以后，到现在我都没有碰过陈仲模老哥了哈。啊，我喜欢他，也不记得名见物，就是2、3年前有一个朋友从美国寄一个 mail 给我，啊，我看这个在圣地亚哥，你讲这个民政府的事情的，啊，我给他，他们在讲的，好像有一点道理了哈，好像有一点道理啊。我得咱梅西米诺一直个读，啊去读陈仲模的册，啊去读迄个何瑞元的，啊读咱秘书长的册，啊读来了。我拢总了几那礼拜呢？2、3礼拜去读这，3礼拜以上去读这册，读嘞，较感觉讲真正。台湾就敢存这条路了啦，吼！因为我较早要未退休以前吼，然后伫台南市就知影，我唔是国民党员，我唔是民进党员，我也无也唔捌参加着什么建国党，什么我拢唔捌。可是吼，因为我有一颗疼台湾的心吼，所以哪咧建咧什么演讲啦、民进党啦，啊是什么现在做阿扁安选举啦，现在拢如我做头前去咧。去咧演讲啦，去咧游街路啦，吼，我带60-70个人去日内瓦，去迄个 WHO 为着台湾要加入 WHO 的代志，阿扁啊讲，来，我甲你派一个迄个行政院顾问互你，啊你带团，啊我逐趟都带100几个，啊美国也100几个，欧洲也100几个，啊400-500个，去啊60-70个，去日内瓦60-70呢。拢咧为着台湾要加入 WHO， 2当前开始，我即摆读了啊，发烧了吼，发烧了吼，我学迄个伫水边的翻译咧讲诶，你知影我咧讲啥无？啊，对，哦，咱咧副主席啦，潘良华讲伊发烧啦，啊，我有啦对伊咧发烧啦吼，啊，所以才会人跳入来即、這个。这个咱这个民政府这个所在，啊，无我都要退休的人，我退休不能当，退休的生活足好呢，哎，哦，对了，因拢知影，我不是娶孙啦，我去吃头路啦，哦，是安那，
甲因只头路讲在孙啊上课安尼啦吼，上下课啊，低年级中午又要接呢，唔是讲早上下午呢呢吼，啊都啊无代志，啊个村内代志，我都去买些游艇啊，去遐咧标船安尼吼，主要你在里边加料吼，愈知影，因为我九点就困的人啊，普通我九点困，啊，早是四点起来，我的习惯啦。退休了，我一切拢无去做其他的代志啦，吼，啊，就是这样，啊，真正退休足好呢，会当过家己的生活吼。古早困醒起来都，哎呦，对一个房价安那啦，啊，对一个什么啥啦，啊，逐日啊做院长了吼，规日拢操烦呢。啊，唔是甚物大代志哦，操东操西啊，拢小小个代志啊，操规日啊，操到到暗时啊，十一二点要困啊，困啊，早时起来讲，系啦，啊，昨昏开刀迄个唔知安那，啊，对一个迄个唔知安那嘞，规日拢安尼啦，啊，我感觉就退休真好啦，哦，退休生真好，我过这个四五冬，足好个生活吼。啊，即卖为着这個民进，咱的迄个 TCG， 就是咱的那。TCG T 是啥？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哈、哦，台湾民政府的代志。TCG 的这个代哈、哦，啊，实是我啊，多谢恁啊，甲恁恭喜啦，恁实是有福气。拄啊，伫这个时阵哈，一个月付的时阵哈，啊，会当来上这个课。啊，这个法律哈、哦，你若无详细去研究哈。哦唔知影到底是咧讲啥啦？咱即摆开始有进所的考试吼，哦，你看今啊，张张的倒一只，几百个咧考试，大家拢穿这个，爱穿服装先坐下来，哦，恁张有看无？哦，哎，无咯，张张的倒一只考试啊，啊，第一名，哦，啊，今日网络出来，哇，你几过来百个咧考试，迄拢要考进所的吼，啊，但是吼。迄、那个有及格无几个呢？你唔能看讲这个读的吼，我读的啊，不没有那么简单的哈、哦，没有那么简单。我今天是要主要要甲各位哈、哦，来再复习一下所有的华语啦。虽然那讲一半听我，顶半听哦，你都爱这个理论都爱知影了。你看融会贯通啦，那无融会贯通，硬要死记对一条，死记对一条吼，到时无半条，两百条出来吼，真正，真正杀无半条，好，考试昨昏考的，好像第一次考试才几个及格而已嘛哈，啊，昨昏的吼，好像也是成绩都差不多呢，我讲无像简单啦，唔是。咱讲，唔是三年五年，哦，三当五当啊，都出师啦吼。这真正用心去融会贯通啊，都出师啦吼。啊，我今日要主要要看各位讲这个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哈、哦，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迄、那个上礼拜迄个初级班的时候，我讲有小话讲到，啊，今日迄个因为高级班的我有资料会增加。继续做啦吼，迄这资料会继续做。啊，头啊，这我都无哦 ，TCG 就是台湾西部国办们哦，台湾民政府。因为我上个礼拜讲的资料吼，讲一半尔啦，啊后壁段拢无讲到，我今日头啊只讲较紧嘞，哦啊后壁段遐大家拢总做回来查，嘿。好来，这咱唱三块歌嘛吼，有无？每一摆拢唱三块歌。啊，反正吼，我是写这出来，互各位看一下。你唱歌拢唔知你唱啥意思啦，哦。啊，第一条就是，咱来讲咱的临时国歌。临时国歌就是《出埃及记》这条歌，哦。那《Exodus Song》出埃及临时国歌，这是我的土地。哦，这条歌是安尼啦，哈。咱能讲 ，This land is my land, God is land to me。咱拢唔反调，唔知咧唱啥。我写这出来，用文字写哈。这是我的土地，上帝给我的这个土地。
给我了这勇敢古老的土地，当朝阳照在丘陵上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孩童可自由奔跑的地方。啊，这条歌足主要的意思在这，可自由奔跑的地方吼，足自由会当走啊，有囡仔呢，无跨路，无啥会当这个土地了吼，咱就是要将台湾建立成安尼的土地了吼。来，请牵我的手，带领我行遍这个土地，带领我行遍这可爱的土地。我虽然只是平凡的人，但是只要你伫我的身躯边，带领我知影我会变得足坚强啦吼！啊，将这个土地变成家园。如果我必须 fight， 我若需要战斗，我也将奋战。将这个土地变成我自己的家园，西米是自己的家园，就是让我们的小孩子可以自由奔跑的地方。哦，讲即使奋战至死，这是我的土地。哦，咱这个临时国歌，意思是咧讲这吼，恁把你咧等于啊，伫恁的家己的酒，啊咧唱这个，恁就回想讲啊，这个国歌是咧唱啥吼？啊，咱唱即卖第二地，就是唱啥？日本国歌哈，日本国歌32个字哈，我爹爹啊，32字哈，第一世代、千代、8000代、40成员青苔生哈，足对了哈，啊，唔是全世界上对了哈，迄、那个乌干达个更加对了哈，乌干达迄个国歌25秒尔啦哈，哎，日本歌唱过来也过超过30几秒了啦哈，日本国歌。啊，那世界上最短的歌是乌干达，25秒了哈。乌干达是25秒，全世界上短的国歌。后来啊，过来美国国歌，咱知影咱爱有家己的国歌，啊，是安那要唱日本国歌？啊？好，来，你若对这三块歌，你就小可会知影，咱没有家己的国歌。啊，来，日本国歌是啥？因为我们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吼、哦。啊，是安那个要唱美国国歌？美国占领，吼、哦，日属美战，哦，这怎样？这法律上这上基本的就是这啦，吼、哦。美国的国歌，吼、哦。什么时阵做呢？都含英国咧革命的时吼，伫、哦、美洲大陆含英国，啊，所以英国军啊含因的迄咧拍来拍去的时阵，迄个时阵做迄个歌吼，因、哦、以后提起来做美国国歌了吼、哦，啊，迄、那个就是含美迄个英军也咧拍，暗时拍啊乒乓乓啵，啊到早时起来讲啊。啊，我们的国旗还在哈，星条旗啊，你哈，这个就是咧讲这，拄啊只迄个日本迄，我阁用一个互恁看一下，就是讲这个日本哈，这个歌是1914年哈到1915年尔，1945年尔到迄个大战了哈，怎去用马加萨甲中断的，无必要唱了哈，啊到1999年。刚刚开始唱日本国歌了哈，刚刚哎，所以即摆开始唱嘛，唱无偌久嘛哈，唱14、15当年嘛哈，哎，到1999年8月3日，刚刚开始个演啊，到今仔日哈。好来，你看，你可看见透过一线曙光，我们对着什么发出欢呼的声浪？随着阔条明星的、就是一个因为美国旗啊一条旗啊来冒着一夜炮火哦啊暗时啊的炮火啊天光起来在我军的碉堡上哦一夜轰轰作响国旗安然无恙哦一哦你得知伊迄个时阵是看和美国在和英国在作战的时候哦啊迄、那个国旗还是在这自由国家勇士的家乡。每一个国
各个国家吼，国家的国歌吼，拢一直咧强调这自由。啊，我要用这個，是安那个要讲一摆这個国歌吼。虽然复习讲，甲咱复习这个、迄、那个啥，一个咱家己的国歌，一个日本的，啊，一个美国的，吼、哦，诶，意义就是讲啊，但是咱家老好朋友是音乐家，拜托因用这個自由啊来做咱别日的国歌。阮即摆一直咧找这个，要爱赶紧有咱的国歌嘛，这个。出来就是，这是咱临时国歌啊！遐等大家有哪歹唱啦吼！那紧来，紧要做一条国歌啦吼！啊，所以恁老好朋友拜托因哦，紧啊替咱会当做一条吼！这毋是安尼，是一当两当的，豆豆赶紧即摆就要开始啦吼！啊，这一条是迄、那个另外做叫做《台湾日俗美战曲》哈！来了，我们做一从来。来读一下吼，台湾话，南岛书情发，来做下读，南岛书情发源，地名叫佛摩萨美丽岛，外邦吞达是过去，今日邦人自地出天，感谢上天赐咱旭日照风局，感谢上天听咱。白青用美军，坚心勇敢站起来，创造咱的新台湾。这个，这是日本的日俗，就是一只啦。感谢上帝，赐咱旭日照风局。哦，搁一摆，日本的国徽是什么徽？哦，不是烟灰哦，是国徽啦吼。哎、哦欸，国徽啊，所以红局啊，那美国。日本咧写美国拢写美国，就是写迄个美啦，吼，唔是写美丽的美吼，即个写这个美军吼，啊美啊，这是另外一条迄、那个，或者日俗美战曲哈，啊，搁一条台湾最新，即摆这已经做二十档啦，那迄、那个中央教会拢用这条咧做，那做爱国歌曲啦，哈，拢咧做差不多国歌个啦，哈。用了教会，啊，这个作家，这个作家是这个啊，萧泰仁，哦，啊，迄、那个第二号牧师是这个词，这，哎，这是基督徒的歌手，我看麦嘞。OK， 好，谢谢。第二号牧师，伊是作家哈、哦，啊，萧泰仁，这是咱台湾人，是世界上最有名、最有名的迄个作曲家嘛，哈、哦。啊、可是最近身体不好了，啊，我要甲拜托讲做一个，伊讲他已经没有办法了。无伊伫世界上做迄个曲吼，交响曲啦，什么啥做足侪呢？啊，这条嘛伊做台湾最近二十当前做的，哎、啊，即摆就讲伊无法度了，伊一日定咧上加护病房了哈，一日定咧走，伊身体已经足歹了哈。啊，即、這个去年我拄着的时阵呢，去年伫伊10月23号。2012年10月23号有登伊学校啊，看我做伙伫啊。迄阵这是坐已经坐轮椅啦，吼，坐轮椅啦。所以伊讲伊无法度搁再，我有拜托伊讲搁做啊，伊讲伊无法度啦，哈。萧泰仁啊，哎，甲咱讲的，就是这个要哪咧，咱有好朋友要叫人用吼，这个国歌的连续就是爱有这个啦，自由啦，哈，哎，啊，咱别日啦会变作。独立的国家对不？哎，对哈，这就要给唔对，相关的当做到啥？邦联还是联邦 ？Commonwealth 就是爱会当做个 Commonwealth， 跟日本做伙，日本天皇在顶面啊，日本国啊，台湾国安尼啦，吼，哎，会当做个邦联啦，袂当真正哦，除非咱即摆逐摆咧去啊，天皇接受伊有一个讲啊好啊，放恁去啊，啊，迄阵较真正会当变作，哦啊，所以真啊，法理上吼是拢袂当讲独立的国家，要哦，我要争取说，迄个爱看日本天皇诶，伊是毋是大发慈悲要放手，啊，咱就变成变作国家，啊，无是干呐，邦联尔啦，那阵大英帝国，伊是54个国家呢，54个邦联呢。大英帝国啊，54个邦联做伙，安尼，吼、哦，
一个用一个日本英国女皇做因的头家啦哈。哦，所以伊这个54个主权国家，哦，加拿大啦、澳大利亚啦、啊迄个纽西兰啦，足侪啦哈，纽西兰啦，哦，啊来，过来，我爱强调咱这个，咱两个主张，啊两个，哦两个立场，哦两个主张，这个我们要一起开口来再念一下。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第二，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尤其今天就要进来。第三主张是不使用暴力或武力，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来，最后一个立场是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事务不合作，也不这是咱的两个主张啊，两个这基本的主张是啥？啊，有人咧问讲。欸，啊，你是怎样才会要主张日俗美战？才拢不爱主张讲啊，台湾独立国家，才会要主张安尼呢？啊？对对对，人会问，人会甲你问啦。我嘛逐摆叫问讲，啊，你敢问甲主张讲独立倒，才会着搁主张讲日俗美战？这是安尼对一直研究个，对国际法一直研究个，研究到到尾。咱台湾的状况就是这样了，哦，不是咱主张的啦，不是我们主张的，哦，你说啊，你为什么不主张？现在我们没有主张，这个是叫国际化啊，一直给他推演、推演、推演、推演，国炸无推演的，啊，现在推演了，他怎样讲？我们台湾实际国际地位就是日俗美战，哦，不是咱的主张哦，恁听好哦，哦，不是我们的主张，哦，这听好了哈。哦，即摆你来，拄只楼卡咧开会时，秘书长讲，迄、那个1月1号吼，要来，1月1号会来参加，即个迎新会亚洲我看未，会来参加，大概会来吼，迄哪像要宣布讲，美军1月1号就要进来呢？足紧啦！我听一下，我人我昏去，我是安奈昏去，没有准备好。我做迄个委员长，人事局委员长，我准备好，我派无人人出来咧。我真正拄仔只听一下，我遐昏去，我无人人派，因为要派工作有够侪啦，啊机构有够侪啦，啊要派什么人去啦？啊咱进遮较贵个啦。来来来，内阁本部要故宫博物院派几个安尼啊？啊，统计局啊，内政事务所派安尼，这拢受过高级班的人哦，尊敬安尼哦。啊，然后过来经过口试，啊，甲你看你的意愿，你要爱去对，啊，甲你测定性向，看你下到位，安尼来编出来，在大概在一两个月，我们这几个月毕业的家，我们要再招一次。哦，未来我看你的性向，你对，啊，给你编你不对，哈、哦，你看，哦，什么国际事务委员会、文部省、劳动省，什么啊，足侪，我写这给恁看，是要给恁看啥呢？这是哪里啦？环境资源省，哦，比如讲环境资源省，啊，派你去啦，哈、哦，派你去环境资源省啦，你去，你会当动偌久？你去，你会当动偌久？我看唔免一礼拜，你就去用，家己就食袂焦，就紧转来啦。哦，啊，跟边啊遐人，啊，所以你单枪匹马要去啊、哦。我讲这意思就是讲，你赶紧，我叫恁啊，麦子好朋友，紧来上课，
你若有迄、那个，马一个两个来，无我著派两三个咱做伙来。哦，两三个做伙来，迄、那个单位，恁我在讲的意思，我用这表出来的意思就是讲，恁招较侪迄个家己的马子的，家己的好朋友，啊，到时要去倒位会当做伙去，唔得孤单一个人去用，袂情袂落去用糟蹋来糟蹋去。咱即摆吼要换是啥呢？干咱换头起来，啊，剩下公务员照常，啊，咱去做头呢。哦，啊，你都爱有才调，啊，你若带一个去吼，啊，干遐公务员还佫伫咧吼，你干那糟蹋就死啊！哦，两三个啊，我讲说啊，语重心长的讲，恁今日佫招人来啦，招你的好朋友来紧来上课啦。嘿啦，我说我食虾米风气就是安尼啊。我讲今日空气袂错，啊，真正真正啦。虽然是好代志哦，但是紧张嘞。你敢准备好啦？也袂呢，也袂呢，所以足烦恼啦吼。赶紧加强，搁叫好朋友来上课啊！拜托拜托，哦，这排工作有偌多呢？哦，啊，个政治局要派什么中央银行啦，什么啥啦，吼，什么啊，廉政委员会，现在足侪啦。哦，会当个，哦，后礼拜初级班啊，什么个了，后高级班你会马子会紧吼，啊，到时现象测验了，啊，你若讲啊，我着看阮即几个想要来倒位，啊，甲你写落去，啊，你到时三个做个排期啊，嘛较差不多吼。哦较袂讲一个人一个去一礼拜就去用家己，唔去用读转来，家己就人无法度去用看转来吼，家己就偷走啦吼。哎、欸，拜托啊，拜托，拜托，拜托，哎、欸。吼、欸，虽然是安尼好笑好笑，但是事实上这是真严肃的代志啦吼，紧较侪人来上课哈，拜托哈。哦，来，咱拢知影这鲍威尔哈，鲍威尔哈，讲台湾不是国家，哦，爱讲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台湾不是国家，不享有主权。因为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这是对一条法律讲的，啊，和平条约，对，哦，会记得哦，那个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哦，英语干涉是 SFPT， 哦，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第23条，这记得哦，这记得，这那考试这拢会考的，23条写讲啥？美国是 chief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全国是伫对美国，哦，对，是美国。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啊，现在由台湾治理，新民有说台湾治理当局哈，啊，新民有说台湾治理当局，哦，拢会使讲的啦哈，因为。美国诶，迄个文书啊，就是电来电，已经无好戏啊啦。中华民国这个名字，在美国的眼中已经没有了。你讲好戏，世界无这个国家，无这个中华民国，世界无这个啦。美国叫这个政府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台湾 authority 叫安尼尔，伊无叫你好戏，伊无叫。叫迄个骂人家讲敖死哦，因叫伊讲你是台湾 authority， 台湾治理当局哦，会记台湾 authority 哈，无敖死哦，已经叫做由台湾 authority 代理中哦，后壁有听无？后壁敢有听？台湾代理中哦，台湾 authority 来代理美国来占领的哈。哦哦，来，这个学习一摆 ，Chinese Taipei， 就是啥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Taipei， exile 是什么意思？这里 exile 就是流亡，啊，就是
中国政府流亡在台北，哦，都是 Chinese 台北，英文中间缩短的 Government in exile in 台北，安听哦吼，啊，所以咱都讲 Chinese 台北 ，Chinese 台北，事实上是都爱全名都爱写出安的，那阵迄个中华台北，中感谢感谢什么感谢？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呀、啊，哎、欸，事实是安尼哦。中华流哎、欸，中华台北一词，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啊，这种个无讲就讲中华台北。咱若去咧比赛，拢用中华台北，中华台北，迄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这个无讲出来，英语也是像这個。流亡这个无讲出来，啊，所以 Chinese 台北还是中华台北，恁都要知影，事实上的迄个意义是安尼啦，吼。哦，啊，这鲍威尔讲的吼，即拄我讲遐话是鲍威尔讲的，啊，佫介绍一个最近呾讲的吼，两当前讲的，这个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现任部长吼，这个小姐，这小姐李洪光生到李洪光就是。Kansas 州 ，Kansas 是一州的 governor 就是州长哦。你这个小姐是对李孔孔说到李孔孔就是堪萨斯州了哈 ，Kansas 州的州长哈。哎、哦，伊今麦来做卫生部长，哎、啊，伊两张前伫世界卫生组织内底讲啥话呢？来，咱来看条门的这个。这个卫生部长 Catherine 哈，的 WHA 上说，我们也很清楚地向世界卫生组织表明，而我认为美国的立场是，没有一个联合国组织有片面决定台湾地位的权利。恁大家拢袂当讲台湾是甚物啥，恁拢无权利通讲啊，是安那？恁爸爷嘛。我还查某啦吼，恁祖嘛个啦，对美国个嘛，哦，恁祖嘛咧管理个啦，恁拢无管理人讲啦，坦白安尼讲吼，哎，真正，因为迄阵多啥呢？咱遮袂见晓，遮卫生部长吼，去到底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省诶卫生部长去啊，哎，高高兴兴，那真的，哦呀，啊，才是中国下骹的一省入去的啦，啊，伊嘛欢迎啊要死的，啊，伊较有感而发，讲，哎，恁拢无人会当决定，迄台湾是啥哦？台湾是伊清查讲，啊，都旧金山二三条写到清清楚楚，是美国占领的啊，恁是咧靠妖啥？哦，真正是安尼啦，哈、哦。好来，和各位复习一下，什么叫做 WHO？哦，迄阵来有听去，什么叫做 WHO？ 啊，什么叫做 WHA？O 是迄个 organization， 就是组织 organization，IA 是 assembly 是大会，所以你搞清楚 WHO 啊含 WHA 的差别伫底 ？WHO 就是这个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啊 ，WHA 咧就是咧 A 是 assembly 咧开会，啊一当开一摆，五月。母亲节过后的那个礼拜，就是因 WHA 的时间，就是世界卫生大会开会的时间。啊，什么人来开会？各国的卫生部长在开会，拢拢几个？194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底下咧开会啦，吼、哦！啊，我古早。哦，迄阵要未退休以前，特登就去遐咧唱歌咧反抗，讲阮台湾要加入，台湾要加入。我台湾，我最近拢甲秘书长讲，哎、欸，拢嘛厉害，你也无较早还这个理论，我知影。我们不是国家，我们根本不能加入嘛。啊，我特登去，去五六登哦，去个啊，阵即卖无咧去啊啦吼。啊，唔过联合国家咧去啊，啊，你都唔是国家，你干哪要加入联合国？会通未？袂当个拢假啦吼，拢假啦，所以理论也知影，啊就袂当咩咧家己咧遐，我了足侪钱啊，了足侪时间啦吼。来 ，WHA 吼，就是咧开会，一当开一摆。啊，来 ，WHA 是 WHA 最高权力机构，
斐济这里瑞士，日内瓦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召开一次啊，就是咧讨论讲哦，去年啊那那那啊，每年要走方针线啊，用咧啊，秘书处就开始去规划每年的代志，去做每年的代志啊，所以你若听到 WHO 啊，含 WHA 哦，这是有差别的吼、哦、，O 是这个机构 ，A 是咧开会。加人较权力机构拢伫 A 里嘛吼，迄管理拢伫迄个开会的中间吼。哦，这是我迄阵特登去嘅所在，这是就是联合国嘅迄个联合国嘅会议所。啊，这边啊，我是去旁听席吼，嗯。啊，以上就两个咧讲台湾无啥物无。不是国家了哈，这种较早来最近这是啥？6月9号，今年哦，今年哦，那个 Catherine， 那个卫生部长，那是2011年，两年前啊，这是今年6月报的，报完哪呢？伊讲小布希时代的国安会议。亚太会议咨询局韦德林曾在2007年公开表示，台湾或中华民国目前在国际社会不是一个国家。哦，这基本上，因为这篇报道了哈，这篇报道是为了习近平，为了习近平要去见奥巴马，哦，迄个期间，迄个美国政府刁工。美国政府刁工写古早的代志出来了吼，吼，6月初九迄阵呐，啊，6月初九迄阵才写古早的代志出来吼，这篇吼，你看，驻美特派员华武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49年咧讲古早的代志，古早那那咧讲吼，这拍上了，我敢那就为要各位看到，来。台湾被中国并入，直到对日合约完成，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现在，这是就是目前台湾的国际现况，听好不？咱现在这个土地是被占领的土地，美国占领的，啊，美国和那个台湾治理当局代管，哦。目前台湾的地位是安尼啦吼，咧最近这个报纸嘛，也咧写这啦吼，这整个迄三篇报纸内底，好来，我要甲各位复习一个 ，People on Taiwan 跟 People of Taiwan 吼，有听过的人拢知影，这但是这记较足清楚 ，People on Taiwan 是讲啥？在生活在台湾上的人叫做 people on Taiwan， 啊 ，people of Taiwan 的台湾人，嗯，对，啊你是 people of Taiwan 那不是？啊，你敢是？啊，你要哪证明你是 people of Taiwan？ 你有什么证件啦？你？对，啊，无你出来靠机会，让证明你是台湾人，袂当啊。刚刚台湾民政府发了一张，迄张身份证有，会当证明你是台湾人俩。吼、哦，出来你拢能证明你是 people on 台湾俩。你摕迄种中华民国护照、中华民国身份证，哦 ，people on 台湾，看 people。哦，只要是 people of Taiwan， 所以干那签身份证会当表示你，你茫讲去丢1000块啦吼，搁10000块啊，我也是感觉足有价值的啦。你讲会当表示我真正是台湾人啊，无你要对对来，你要对对来证明，干那去丢会当证明尔啦。哦，啊，这块台湾这块土地是谁的？没啦。台湾是到底台湾的人诶，我这选举了嘛？你讲是不是啊？是哦，是不是？哦，弄啊！我即卖来讲，这不要用政治语言，不要用感情因素，
要用实际上的法理，啊是条约来证明这个台湾是新冠的吼。哦，唔是住伫台湾的人咧啦，啊，秘书长特别咧讲，这个 Ambassador Hotel 就是迄个国宾饭店，吼、哦、，Ambassador Hotel， 哦，唔是住伫国宾饭店，人这甲咱复习啦，吼、哦，唔是住伫国宾饭店，那国宾饭店就你个啦，吼、哦，要从法律及国际条约来找，哈、哦，要从这个来找，哈、哦。不要只用感情因素，而且政治语言哦。什么事哦？啊，对，拢哦，无影一个对的啦，哈、哦。好，来，即摆甲大家总复习，吼、哦，你因为你若无过总复习一摆吼，你唔知影，你看人咧讲，咱有念有火去啦，啊，叫我问倒去，啊，你即摆对头啊开始整理，这块土地到底是啥个？哦，开始，这块土地是清朝的对吧？哈、哦。欸、清朝的，啊，清朝给什么人？挂给日本，欸，天皇。咱前到当咧，他拢挂给日本尔，唔对，爱挂给日本的天皇吼、哦。啊，这就是迄个战争嘛吼。来，咱拢来改，以后卖讲马关条约，因为什么条约讲的，是伫最签的，就是什么条约，伫下关签的，就是下关条约。日本拢叫做下关条约啦。啊，干那清朝啊，讲有这。伊有做马关呐、啊，啊，实是伫对签的，伫日本遐签的啊，伫日本的下关这个所在，什么设计这个所在签的呢？啊，这个所在叫做下关，所以这条条约叫做下关哦。好来，这原文拢足，来我用迄个原文说，原文咱拢大家看过了吼。哎、哦欸，这哎、欸，咱这国际班这两日来读过，这即卖这算总整理，这大家拢哦，头啊迄几啊讲师拢讲甲足清楚啊吼。哦即卖是个整理个，所以讲皇帝对皇帝，吼、哦，来，啊，即、这个有三个所在，吼、哦，清朝和日本天皇有对三个所在，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澎湖，吼、哦，啊，到尾辽东半岛是安怎个无荷兰、无日本？是中国满清的固有领土，对不？所以违反国际法未当，该苏联该出兵出来，哦哦，这好来，这四月十七诶下关条约哈、哦、啊，但是因为下关条约关于劳动半岛部分。割让给日本是违反国际法，固有领土不神圣不可分割，所以苏联、俄国、跟法国、跟德国提出抗议，和日本的大清帝国针对辽东半岛签还过来签还，和这辽南条约，就叫做辽南条约哈。这个辽南条约因为辽东半岛袂当去，啊，所以佫另外佫签一个条约，啊，佫将迄个辽东半岛佫兴。等于清掉哈、哦，因为这违反国际法哈、哦。好来，复习一下，土地有两种，一种是殖民地，一种是领土，哈、哦，两种了哈、哦。殖民地、领土，殖民地可以割让。当时1895年迄阵，台湾是清掉的啥？殖民地哦，不是领土，领土都挂袂过来啦，是清掉的。殖民地，所以会当割，吼、哦。那亲像美西战争、波多黎各、啊、古巴、关岛、菲律宾是西班牙的 colony 殖民地，所以它可以割让给美国，吼、哦。啊，那领土，哦，要形容，什么固有领土啦，是神圣不可分割，反正都是领土了。前面那个都是形容词了，你要给用些形容词都没给，领土就是袂算割让哈。哦，这个有看过嘛哈、哦？台湾是安尼啊，啊干呐，啊实在是有影清朝干呐占西半部尔呐，啊后半部才安呐，高沙族的啊，管袂到啊，啊不过还分入来，我跟高沙族去抢十档呢。镇十当个镇，甲将这边甲通起来吼、哦。
来，过去帮我搁讲一个，这个叫做北方四岛的代志哈，你来稍微了解一下。迄、那个普兹茅斯条约，是安怎解？何解名很长解？普兹茅斯条约，我一再讲个，条约是拢伫对定，伫对定的，就是叫做啊，这个是对定的呢。啊，伫普兹茅斯对，啊，普兹茅斯是在，就是新纽汉舍，伫美国的迄个东北角，叫做新汉布。纽汉舍就是南美国总统的选举吼，啊，党对党，拢这个所在先发表讲，因政党拢对这开始啦，对纽汉舍这开始。纽汉舍在伫美国，那阵美国地图安尼啦吼，啊，加 Boston， 吼，啊，加纽约，啊，加纽汉舍伫遮，吼，美国的地图准这地啦，这地是美国地图啦，啊，迄边洛杉矶、旧金山，啊，这边是纽约、波士顿、纽汉舍伫遮。哦，啊，这纽汉舍的内底，伊迄个所在叫做 Portsmouth 这个所在，啊，这翻译起来叫做普兹茅斯，就是 Port 的港口的嘴啦，哦，这个条约，就是因为啥呢？这个，看迄个日清战争了，十当了吼。哦，迄阵企业个，日本企业个，啊，迄阵苏联有啦，看伊讲，你咧操心啥？要看伊个军舰整一个安那，无规日就，迄个苏联都规个一挂船拢沉落啦吼，啊，无法度调停嘛，啊，较美国叫人来纽汉舍遐调停的，所以叫做普兹茅斯条约哈，啊，伊干来撩到一点呢，撩库页岛，一半啦，库页岛多伫40度到60度中间，讲50度计费，啊，南边和日本安尼啦哈，因为这看的就北方四岛的代志，我小可因为最近北方四岛会一直讲啦哈，所以伫国际版内底，我特别讲用这个来甲各位讲个者，这地是叫做库页岛啦哈，啊。这是40度，这60度，拄我只讲，伊将这个50度的所在，按这个切落一半，下骹一半给日本啦，啊，这日本啦，啊，这 China 中国，吼，啊，所以这地挂一半，吼，啊，北方四岛伫底呢，呀，这几地，北海道这吼，这两地，这北海道这有两地岛吼。是啊，个日本的啦，即我捌去，即两块岛，啊，即四块岛就是咧讲北方四岛伫遮，我伫北海道即个边啊遮呢，吼，啊，含库页，迄个库页岛即地，即摆咧一直咧争是咧争即个北方四岛即个所在吼，即个条约吼，日本得到了辽东半岛、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港啦、南满铁路啦、库页岛啦。啊！俄国同意撤出南满洲，并归还中国，以及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哈。所以，迄、那个日俄战争，迄、那个结果就是苏联的船总沉落，啊，佮签这个条约，哈 ，Portsmouth 条约了，哈。啊，这足有名的嘛，迄、那个咱的迄个日俄战争，哦，迄阵拢讲日本含俄罗斯啊。俄西啊，哦，那时候苏联叫，你呐，我讲这嘛听无，俄西啊啦，俄西啊，俄西啊，日俄战争，路，啊，那迄阵日本哦，有一个足有名的迄、那个做蛇罗港，捌听到无？蛇罗港，蒸罗湾就是，去蛇罗港就是迄阵大家胃肠拢无好，啊，日本发明这哦，含日本含迄、那个。苏联在战争的时阵，吼、哦，大家在闹赛，现在拢食这啊，然后去玩叫做蒸肉丸，那个蛇肉干、蒸肉丸，吼、哦，那肉就是那个指苏联啦，要蒸黑啦，吼、哦，蛇肉干就是这个来的啦，吼、哦。好来，这个那大小，这吼、哦、A、B、C、D 啦，哈、哦，第一叫做
慈母群岛，无恁知四地得啦吼。啊，即摆日本要甲讨，迄、那个苏联讲安那，啊无安尼啦，一半行李啦，哦，行李一半啦，啊来天湖这边一半看安那一半啊。我讲吼，即地啦吼，伊讲即两地要行李啦。啊，这两地吼，苏联伊讲起，讲啊，恁一人分一半，这两地行李 A 含 B 这地，这地慈母群岛吼，啊含色丹行李啦，这地100公里呢吼，100平方公里，啊这地差不多200-300，啊这地几个千，我都等下有写出来，吼、哦，啊这几地倒啦，伊即摆咧讨，咧讨这20-30安尼吼，嘿，啊照古早诶，日本这种日本人呢？照古早的计价是安尼啦，哦，我等下会讲几公里，迄恁看了几平方公里，恁看了知影。来，台湾主权地位归附全台湾吼、哦，日本1895年下关条约了，占着台湾了，了20冬，我拄仔在咧讲诶，20冬啦，较征服高山迄地嘛。东部吼，20冬台湾迄阵较主权较建立啦吼。啊来，啊个对37年到45年，了8冬的时间来做皇民化。皇民化意思是要安那？皇民化就是要变成你的国土。那亲像北海道头啊，迄、那个爱奴族的，叫日本甲占起来。啊！日本嘛，甲实施皇民化，啊，皇民化了，最后安那，就是实施宪法伫恁这个所在，啊，去要实施嘞，这就是变作领土啦。殖民地要变领土的方法，就是用皇民化。啊，所以伊也要学这个北海道这个方法，甲台湾皇民化，和台湾变作日本的领土哦，哦。来，伫1945年4月初，这就要紧的日子啊！这哪科举拢会出来？这是日本天皇下诏书，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于台湾哦。1945年4月初实施，皇帝下诏书实施宪法于台湾。啊，那实施宪法于台湾了，台湾都有官能参加啥？州议会啦，啊，参政啊。众议院啦、参议院啦，拢有派人去呢。啊，同时买当这边啦吼，要啊，随即个去，在台征兵有主事权，啊，有参政权、参战权。台湾依法变成1945年4月1日，台湾依法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哎、欸，这个就要紧啦，四月初，台湾是变成日本的领土啦。啊，你会当分割未？都是袂当分割啊！啊，所以虽然就是在和平条约讲啥，会当分割讲啊，这个给台湾给中国，还是给中华民国给啥？袂当啦，拢袂当啊啦！伊是干啦，日本放弃伊个主权权利尔啦，领土你都袂当甲挂开啊！干啦，讲就是台湾，还阁是日本的啦吼。啊，这是开罗宣言哈。开罗宣言，我是到1:40嘛，哈，2点，3点，啊，3点，到3点，好，安尼还可以等下。啊，这个迄、那个开罗宣言哈，开罗宣言，1943年10月27日，您看外口的迄、那个，伊会写讲当时开罗宣言当时。刚写11月27日，拢会使讲人啦吼，因为是安那呢？即个中国啊、美国、英国三个国家伫开罗，埃及的首都开罗开即个会，开了开罗宣言是伫11月27日发表吼，开会开了啊，开罗宣言啊，我有讲过啦，迄、那个斯大林吼、哦。不爱看蒋介石做伙啊！哦，这蒋介石，然后来，上一期的人听过，
伊斯大林讲，老迄个蒋介石伫啊，无爱参加，啊，所以无法度。即摆即个开会了，他蒋介石转移来了，他换斯大林跟美国、英国伫在开。啊？有听过袂记得啊？伫在开啊？啊？看人家比这个跳对波士顿去，波士顿跟这无关系啦。德黑兰，伊朗的首都，哦，11月27日，开罗宣言发表，因11月28日都搁随开会哦，哦，就是蒋介石换走，斯大林来开，啊，开咧到12月7日开了，他发表哦，这是。罗斯福啊，斯大林啥？他发表德黑兰宣言，跟开罗宣言一模一样的，照案通过了。啊，所以你讲开罗会议吼，啊，有人讲11月27日，啊，那照因英国、美国、苏联讲当时，无，即日啊。啊、所以不要搞混了，讲哎、欸啊、明明都弄11月27日，啊，看一下开罗宣言是12月7日，是这个关系安条啦吼，哦，安条，这两个会是同款的会，啊，参加的人差一个人，哎、欸，蒋介石换斯大林，啊了，伫12月7日，啊，所以因咧讲开罗宣言，那照英国讲12月7日，苏联嘛讲12月7日，啊，那蒋介石讲不，11月27日，哦。啊，这个原因咱知影啦吼，啊，所以规矩袂要紧啦，都、就是反正都是同款只内容吼。好，来开罗宣言11月27日了哈，啊，德黑兰会议变作12月7日了哈，啊，4月7日，今天就要紧咯，19454月7日，这是迄个日本天皇下诏书哦，变作台湾是。日本正式的领土哈，从这张诏书就要紧呢，啊，咱必须得有提有着这张诏书啦，哎、欸，所以伫咱的内底有迄张诏书伫咧，日本天皇落令台湾这张，哎，变作日本的国土，这张诏书有伫咧哈。好来啊 ，D Day， 6月6日，日耳曼蒂克大登陆，叫做 D Day 哈 ，The Day of the Day 哈 ，D Day 这些。你就是我那你累了哈，哎、欸，是开始的日子叫你累了。啊，我们最近好像上个月的卫生部长说，你累好像是用终那一日是决定终结的日子，不对，你累原意意思是开始的日子，哈、哦，你累是开始的日子啊、哦，对，就是开始，哦，6月7日这里开始要登陆，这个迄、那个要反攻迄个欧洲大陆了哈。哦好啊，无偌久，1944年6月6日啊，5月8日，哇，德国就投降了嘛吼，哎、哦，德国就随投降了，无一当啊，诺曼底克登陆无一当，德国随投降吼、哦，啊了，来波茨坦，德国投降了吼，伫波茨坦有开一个会，这个波茨坦在柏林的边啊，差不多。哦，20-30公里啦，一个小镇啦吼，波茨坦，伫柏林的边啊，伫遐开会。开迄个会的目的，就是要讲劝降书啦，吼、哦。波茨坦会议，恁家记咧？波茨坦会议，你毋免甲记下，你若讲要劝日本投降啦，啊，要劝伊安那投降呢？就你若紧投降，我互你迄、那个军队拢会当转去。啊！你的什么讲给我，无要来破坏，倒位啥啥，我拢用上好的条件给你。无迄阵德国间，哦，德国迄阵叫联军拍到大项拢无呢，工厂啦啥啥无。这个波茨坦宣言就是咧讲，你跟导航，你跟导航，啊，我给你什么啊？人员啦，边间都等你，什么啊都等你。哦，波茨坦宣言就是啊，伫。柏林的边啊，遐开的啊，所以这叫做波茨坦宣言，拢用迄个所在，伫底开的，用迄个所在的名来做了哈。来，
这就是要送叫日本紧投降哦。其中有一个第八条，哦，恁这个伊个这迄迄个十拢总波茨坦宣言拢总十三条尔啦，啊，伫第八条有写着讲要遵从开罗宣言的决定，哦，伫第八条啊，所以咧讲，是啊，那个因拢讲，波茨坦宣言嘛写讲要台湾要行中国哦，吼，啥啥，写拢到这些拢无效啦，因为啥，到尾拢旧金山合约内底拢无写着遮，开罗宣言的写拢无个写着，波茨坦这写几行啊尔，用什么做标准？这拢无标准，用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旧金山合并条约做标准，所有的剩的遐都无好啦，用这个做旧金山合并条约做基础哈。哦，啊，再来搁一个，各位知影着是，这三间哦，美国、英国、苏联三间伫波士顿开会哦，啊，开了要签约哦，苏联唔敢签，是安那唔敢签。因为那时候日苏友好条约还够存在，还够一当啦。日苏友好条约有讲我当友好嘛？啊，伊1941签的日苏友好条约是1941签的，应该这个和平条约也到1946日苏和平条约才会无效。啊，这个是当时1945呢，啊，所以唔敢签啦。啊！他叫蒋介石去签啦，蒋介石无来开会，啊，提哦，蒋介石签讲哦，用你的名哦，讲哦，啊，然所以波茨坦宣言是美国、英国、跟蒋介石、跟中国签的一个波茨坦宣言，苏联唔敢签。到8月7日，哦，到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了。国第四个国家国签就斯大林国去签啦，哦，但是迄个八月七八，因也阁是友好条约的呢。苏联嘛不管他，为着家己的利益，伊嘛不管，伊就照去拍啦哈。哦，一条只要拢在讲啊，你日本安那啦，这拢波茨坦宣言啦吼。好来，历史这个人这大代志了。1945年8月7日，第一粒伫迄个希罗西嘛，吼，啊个30号伫南阿萨基，吼，啊个一项要紧的8月7日，这个。对日本，伊吼，伊应该还佫伫友好条约内底，伊就咧讲宣战呢，爱人直接拍入去迄个东北啦吼，啊，东北本来作用诶，啊，现在开一个手落去，苏联接去，歹运啦，日本人歹运啦，日本迄阵吼，估计讲诶，美国吼要来攻台湾啦，吼，啊，所以赶紧将迄个东三省。就是满洲遮诶，红军作用诶，调来台湾，调登来台湾，要跟美军大车拼，调登来啊，所以遐满洲遐放空尔，较会去互苏联一个啪一个，都规个拢去互苏联占去啦吼。苏联于在日本是二次大战期间驻丁啦，这样。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你当时呢？1941年4月25日，我多只讲1941，应该有效期间5年，来到1946年4月25日，因这个日苏友好条约开始无去啊。但是1945年8月，苏联就随跳炮兵啦，哦，知影讲啊，日本要输啦，紧跑嘞，伊也无咧管理条约啦，吼、哦。好来，8月7日，日本苏联对日本宣战，啊，8月7日风暴，满洲一大股啊，落去哦，去哦，占去啦哈。啊，
迄、那个日本天皇吼，伫八月七十，都透过瑞士，透过迄个瑞典，讲哎、欸，我要接受波茨坦，我要接受波茨坦是安怎讲？就是要投降啊！吼、哦，伊要接受波茨坦宣言，就是要叫日本投降，啊，要有优惠条件呢。啊，他在八月十号就讲要接受这个波茨坦了。啊，伊就讲到八月十五，五日后较正式宣布了哈。伊、哦、日本天皇伫八月七十就通过了，通过这个瑞典瑞士向中美英四国照会，接受波茨坦公告。哦，要接受这个就是表示要投降了。啊，条件时间八月十五较正式。哦，所以正式日本宣告的时间是八月十五了。虽然是日本天皇八月七十就讲要投降了哈，啊，唔知安怎拖四五日了哈。来，讲起来，迄个战争了，阿马加萨的迄个第一号命令哈，第一号命令，迄是现在第一号命令是美国参议院会议议定，1945年8月17号由杜鲁门总统核准，授权马加萨伫九月十日对日本首相就发布命令，美国为日本台湾的征服者有权分配盟军的占领区哈。啊，这个第一号命令是咧讲啥？哦。马卡萨的第一号命令，伊这个拢总，这个第一号命令有十三条了哈，十三条，咱来看第一条得哈，第一条写讲接受投降的分配了哈，接受投降的分配，因为到日本投降了啊，所以东南亚加战争的所在哈，哦，要什么人要去，什么人要向日本，你家的人要向什么人投降？这张马加萨这拢甲你写好好啦吼，写讲来，这个中国、台湾、北越三个所在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啊，满洲除外啦吼，哦，满洲以前苏联都计较，满洲伊要占啦，啊，伊要中国共产党诶啦，哦，啊，所以台湾是蒋介石是。中国、台湾、北越，哦，咱就到当也冇听到迄个北越啦，吼，也冇啥啦，吼。事实上，这个命令有，啊，有去北越无？有啦，伊嘛是去接受。我等下，他来。啊，村内吼，村内国家吼，什么斯文达腊啦、缅甸啦，什么像蒙巴敦啦，吼，啊，迄、那个。婆罗洲啦，什么像新几内亚，像什么人啊？日本政府，他有美军，他有太平洋舰队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来向他投降了哈。来，最好这条 F 看好哦，这条第一号命令，此受降权限仅限赋予唯一代表盟军之前各级指挥官哦，是代表盟军哦，不是要让你这个国家哦，你是。盟军派来要向你这个向你投降，不是向你投降，是向盟军呢，是向盟军投降呢。诶，各指挥官，日本国军军队是受降军，仅针对前级各指挥官及其代表者。哦，不是向蒋介石，就是大行拢向蒋介石诶土地变野呢，不是呢。蒋介石是代表联军出来。蒙巴敦是代嘛是代表联军出来接受迄、那个哦，迄、那个南越啦、啊倒位啦，吼、哦，迄种盟军啦，吼、哦。来，这条，这、就是第一条画下来。中国除满之外，它北纬16度以上的是北越，向蒋委员长投降。啊，蒋介石派卢汉将军带领部队20万名国军去北越啦，吼、哦。啊，去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并留守在那儿，直到1946年初了。哦，啊去哈，现在开始随造呢，遐、欸、北越的善假所在啊，啊你去靠地也无油水通摕啊，哦，靠无油啦。啊，干那来台湾靠上有油啊，台湾啥？吼、哦，米啊多油，什么糖啊多，哦，大行有啊，所以。啊，咱歹运呢，去分到个，咱一占60-70吨个，人迄古旧山后面条有写呢，九十日以后都爱踢地呢，伊结果拢也无踢地啦，哈、啊。
遮较大厉害哦。哦，那投降哦，阿要接受代表台湾人民的代表林献堂先生、林茂生、林茂生哦、林宗英老爸林茂生，这是台湾第一个日本当家地带的博士啊，林茂生哦，啊，杜聪明到遮啦，这三个拢二二八死的啦，哦。代表伊啊，无较早嘛是都是台台去死吼，二二八拢台台去死啊。8月15，日本宣布投降，9月11结束二啊，来10月25，迄是应该唔是叫做光复节啦，是叫做终战日啊，10月25啦，爱甲咱骗讲，就是光复节光复啦。鬼怕掉，咱台湾政府后一功夫，来，更加厉害的就是，过当个1月12哦，行政院一张公文写，这张公文是节参制第0397号训练，就将所有的日本台湾人变更为中国人了。迄阵一张公文呢，就讲啊，恁拢变中国人，安尼啦，哦，这是违反。国际化是啥？国际变国际化，国籍变更应该符合自动、自愿、合法。哦，啊，咱敢有？咱也无去，也无自愿，也无啥，也拢无达行，直接就甲咱变过啦。哦，啊，这是迄个英国大使馆，英国大使馆迄个抗议的啦。哦，伊这写了原文，伊我这种是原文啦。哦，我甲翻译起来。我叫个拍过来，伊讲哦，不能自身将台湾主权由日本移转中国了，讲阿你安唔对啦，哦，第3月到8月哦，拢有抗议哦，这英国外交部自然中啊，哎，关于台湾导致移转事情，英国政府以为仍应照1943年12月1日的开鲁宣言，就是开罗宣言，因拢讲12月7日啦，哦，同盟国该不能自身将台湾主权由日本移转中国，他顶好到现在呢，跟日本签和平条约，啊，都到1952才签和平条约啊，或其他正式的外交手续后可。因此，台湾虽以为中华民国政府统治，英国政府欠难同意台湾人民业已恢复中国国籍啊。英国抗议两摆，3月9日，美国嘛抗议。美国讲，哎，抗议无，伊九月嘛，佫抗议，讲，哎，袂使哩咯，啊，你袂使哩咯。美国国务院致函中华民国政府备忘，表明与英国立场一致。啊，国民党政府讲，为方便管理之暂时措施啊，暂时暂一个人50-60吨啦吼，迄暂时的啦吼。啊，对啦，暂时的啦，啊，那英国的唔知要偌久啊。哎，吼。因为这个1979年4月7日吼，这个美国跟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嘛吼，1979，啊了，因为1979以前，台湾是也用那个麦克阿瑟那个法律在走的，啊，这个跟中国建交以后，那个法律就无效，啊，所以美国佮赶紧佮做一个法。哦，台湾有地位，什么法？台湾 Relation Act（TRA） 哈，台湾关系法，代理美国军事占领台湾之授权书，改称台湾治理当局，就是伊个承认共产党以后，承认中国以后，中华民国伊个改做台湾 Authority 哈，我拄个就有讲过，到台湾 Authority。哦，目前 ROC 在世界上消失了吗？对对，消失。在世界上根本都无这个 ROC 这个名啊！哦，你唔知有听到新竹上就有讲，你中华民国什么法律？世界上都无迄个中华民国啊嘞！哦，嘿，啊你呐，恁家少年呢，上网去查，去入去 AIT， 啊个怕讲要。签证，哦，我等下唔知道有写伫遐无啊？要不我等下甲讲。
迄、那个美国国会制定 TRA 吼，台湾关系法，代替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这个美国关系法是保护 people on Taiwan， 就是所有住伫台湾顶面的人，包括马英九，包括啥，拢是台湾关系法是照顾 people on Taiwan 哦，唔是讲 people of Taiwan。旧金山和平条约甲讲讲到是 people of Taiwan， 台湾人吼。这个台湾关系法保护的所在，不包括金门马祖了哈，干那包括台湾澎湖呢，迄个无包括，迄个金门马祖无包括伫迄个台湾关系法内底了哈，所以因遐那咧遐那要金门马祖嘛咧烧钱啊，什么啥吼，跟咱是无拢无关，跟美国拢无关系了哈。好来，好咱小可了解，再重要紧的一个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古今双方条约吼，拢总有27条了吼，27条。啊，这是伫9月初4到9月初8开会啦。啊，这个开会中间有52个国家开啦，吼，52个国家。啊，其中要签约有3个国家无签啦，苏联、捷克啊，含波兰3个无，啊，所以剩49啦。啊，你知影这个合约送登去恁各国的迄、那个。立法机关通过了，才阁送转来。结果有3个国家的内底，这3个印尼、哥伦比亚，是不是把3个国家无批准，所以无送转来。所以结局是拢总几个签，拢总是46个国家签尔，吼、哦。啊，这来知影，52个去开会，3个当时都无签字，吼、哦，苏联啦。因为无讲到北方四岛啊，苏联嘛咧起膜拜啊，无爱签，未高兴签，苏联都翻翻的。啊，国这三个国家，国因国家的国会无通过，啊，所以剩46个。啊，这46个的时阵哦 ，ROC、PROC 都不在46国，拢无叫咱叫蒋介石啊是啥物叫去开会啦吼，拢因家拢无去开啦。好来，即摆足要紧的，就是旧金山合约的内底，吼、哦，咱得几条爱知影的吼、哦。第二条 B， 这上关键的所在。第二条 B，Japan renounces， 即个放弃，日本放弃台湾澎湖岛的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放弃主权权利就是放弃管理权，以放弃台湾的管理权。相对的，仍需有主权义务，伊也够义务啦。比如讲，美日安保条约吼，美国跟日本的安保条约，跟我包括台湾，有哦，哦，伊日本对台湾都还也够伊个主权义务呢，伊也保护这安全的义务呢。所以美日安保条约也够包括台湾，无包括金门马祖了哈，到台湾哈。好来，我讲讲北方四岛，我先抓地方。第一地啦，吼，伊地 A 是100啦，啊 B 咧25啦，啊讲啊，这一人分一半啦，啊这35毫厘啦，啊伊咧一个1500，一个32啦，3000厘啦，一个1500，一个3000厘啦，啊讲啊一人分一半，啊安尼啊，你看，啊四地都一人，你分两地，我分两地啊，啊你迄两地你退去，啊这两地。大地已经保留了啦吼，哦，啊，这3700啊，跟35差18咧，啊，讲我这一人分一半啦。事实上，四地拢日本的，照国际法来研究个，四地拢日本天皇的。啊，本来就是啊，哎、欸，跟日本还未一个友好，伊就敢甲宣战咧。见苏联讲的。啊！但是日本一直在讨啊，啊讨未来啊，哎，不是啊，这国讲来话长了。这个无啦，近代日本政府哦，并不代表那个天皇啊。啊，这是天皇的土地，你日本政府，你凭什么来要来偷这个土地？你抓头抓尾就是这，
天皇的啦，啊，你也不是代表天皇来啦，哦，你知影？你讲日本政府，不是古早的明治宪法的日本政府呢，不是大日本政府哦，不是大日本政府哦，是迄、那个二次大战了的日本政府是天皇叫 suspend 起来，伊存一个嘿，所以伊袂当代表天皇呢，啊，所以伊袂去讨。我必须就讲过了半啊，伊讲你再回去读书，读完再来讨。啊，所以即阵安倍知影，一直咧修改宪法。要修改哦，看咱台湾首相是日本的，咱是日本的皇民，哦，咱即摆改啦，臣民是有官的，啊，咱若无做官的，咱就是皇民啦，一路叫做皇民啦，哦，啊，因是国民呢，啊，咱是皇民啦，伊即摆伊伫要改做，有人要变皇民啦，伊咧修改宪法，就是要变做皇民，要代表日本政府会当去讨啊。哦，代表天皇啦，较会当去考，安听有啦吼。我讲这样，大家计算当，伊真袂当考的原因就是，伊真是国民，他们那是日本的国民，不是日本天皇的皇民呐。我们是皇民哦，咱皇民，咱会当替伊去考呢。我嘛是迄个日本的皇民，要来考，咱要管人考，伊真无管人考，所以因咧改宪法，要改做，因也要做皇民。盖落去了，都爱承认。照国际法讲的，都爱承认日本政府，因为是天皇的皇民嘿。如果说安倍他麻烦日本天皇出具一个授权书给安倍，哎，天皇被和平条约 suspend 掉，他都不能讲话，也不能做什么事情。啊，所以咱台湾现在靠，伊那日本讲，天皇若讲，哦，台湾吼，互你独立无？咱马上独立嘞！伊天皇都拢袂当讲话啊，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就甲你 suspend， 日本天皇的权力拢一切被架空啊！啊，所以若有这条吼，吼、哦，感谢上帝，咱随会当讲哦，台湾放恁去，咱一句就甲一个就变台湾国啦嘞，哦。啊，哦，进二十四上派，有咯，遐有人在躲咯，嘿，哦，你看，从王国去签字的啦，这个就是上和平条约啦，伊是代表啥呢？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爱分得开哦，吼，伊也代表天皇，啊，代表政府，政府唔是天皇，两个是无共的吼，啊，伊是代表天皇，啊，跟代表迄、那个。27条里面全部都没有对日本天皇处分。来，旧金山和平条约，我甲咱讲个，咱甲咱记第二条 B， 哦，第二条 B， 啊，含23条，这两条上要紧的记嘞，含台湾相关的二条 B， 啊，含23条，讲到台湾土地的代志，哦。啊，四 B 是讲到迄个军事政府，哦 ，USMG 美国军政府的代志，那是4B。4B 讲到 USMG 美国军政府的，啊，剩的佮中国有关系哦，什么16条、20几条，迄是跟中国要互中国跟朝鲜合作的所在哈。啊，个为什么跳过这？好，来，今麦讲啥？本土台湾的定义就是，咱的迄个章程法案内底写，9月2日，啊，记得即日，1945年9月2日以前是台湾人的，啊，是伊的后代，拢叫做 people of 台湾，用即日做标准啊。恁老爸、恁阿公，那伫9月7日以前有迄、那个。伫台湾呢，迄、那个日本时代户籍拢有。9月7日以前的人，拢叫做 People of Taiwan。啊，伊啊囝孙，拢是 People of Taiwan。哦，记得用这个做标准啊。
咱民政府用这个，咱咧请身份证啥，有人拢用这个。哦，伊请身份证，1945九月12日时点，阮日本国籍的台湾人甲伊的后裔，哦，拢会当签这张 TW 这张是，啊，嘿嘿，啊，唔是的吼，有人当签，啊，唔是公民呀，哦。有啦，有啊，会当签啦。啊，但是以后唔是公民咧，会当签做迄张身份证，但是唔是公民。啊，以后跟美国同款啊，过来偌久过来宣誓啊。哦，啊，你啊中国人，你若愿意待遮，到时唔等于你待遮，啊，过你大五档啊，啊，你才来考试，啊，来宣誓啊。哦，跟美国安同款。哦，即、這个蒙牌有看过吧？哈、哦，啊。有人用互恁看过嘛吼？哎，讲中华民国现在，这是咱今个中山陵，到1912到1949吼，这是中华民国的蒙牌，迄伫南京中山陵，这个我有去看过，伫中山陵了我有看过。哦，啊，这个我阁用这张2758号公文，哦，咱讲咩？重返联合国。你个看这条，看这条公文先生，然后讲2758号，2758号讲个啥？决定安娜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所属的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啊呐，这驱逐出去，这联合国的公文呢？哦，蒋介石是去用驱逐出去的，不是退出联合国呢？哦，去用踢出去的。来，咱要加入联合国，要哪加？中国中华民国会当加入未？袂当强势啊！台湾呢？台湾警告党也捌去加入过啦，哦，啊要重返，咱也毋捌加入，要重返，要加入，毋是国加入，要哪加入？哦，所以拢袂当啦，哦。好、哦，来这张爱小可，互大家知影一下。这个1999年哦，5月9号，民主党第八届全国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下呢，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其主权现在就是台湾依目前的宪法称为中华民国，哇，有空啊，无空啦、啊，哎、欸，啊，这迄个蔡英文到位一直咧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美国惊到，咱开始无支持蔡英文咧，哦，真正就是伊讲这话啊，伊讲啊，这因这蔡英文就讲，这是因1999年5月7号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呢，但这句话就规个死了了啦。啊，咱美国咱无帮忙蔡英文，哦，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就是台湾，这个这错，绝对错了哈、哦。啊，这旗啊，这咱那个船啊去用去菲律宾给咱拍死，啊，讲要去耀武扬威，敢耀武扬威有来？无啊，海巡署出去，那赶紧等哎，到尾个派去在记得见。啊，敢不敢家己出去？唔敢啊，挂一支啦。记得见呢，中华民国上大台的呢，挂啥？美国啊，迄支嘞，车轮牌啊，挂伫半山边尔呢。哎哎，敢车轮牌袂当出去嘞，袂当出去敢弄小镇呢。啊，这种这张吼，那吴英才是研究这张。第13章，迄、那个马英九连任的时吼，马英九连任的时吼，伫个总统府内底吼挂一支啊，什么意思？唔是创意呢？他想当民政府，伊有哪想要做民政府？伊知影，伊法律有哪知影啦？到时的民政府要成立，要来接迄啦。啊，伊若成立民政府。伊个伊拉克东西有100几个呢，100几个民政府呢。我跟你讲，请你安心，到时要接的是对一个民政府。去告美国告赢迄个人是甚物人？
林志升呀，所以你茫乌袂对，对讲我遮较美国派的，什么啥？到时民政府一定是规伫，规伫这个林志升，伊去告美国成功的哈。啊，伊这个马英九伊嘛想要做民政府呢？无啦，伊嘛咧笑想啊，伊真正，无伊总统府咧，这用这旗啊要做啥？伊嘛要做伊民政府的国旗啦，哈。哦，这咱拢看了，咱拢看了哈、哦。好，来，恁若有拍电脑的人，你请你拍这个，这个 ESTA 入去吼，拍入去 AIT 内底，啊，你甲拍签证服务。啊，若有这个 ESTA 的所在，你对这个 ESTA 甲试了，啊，伊就走这张出来。啊，只要写一条讲中文，啊，你照这个中文甲，照这个中文甲试了，啊，就有写出来。俄罗斯拢总无去哦。在美国的签证的，美国的国家的内底文书，俄罗斯拢总无去啊！真正世界上无俄罗斯啊呢？哦，唔是干那咱咧讲呢？你美国的迄个网站，你甲看卖呢？没有俄罗斯呢？俄罗斯啊！俄罗斯啊！对啦，无迄个俄罗斯啦！吼，好。好来，最后这条下的，因为以前中国高级干部都说。亲爱的台湾同胞们，台湾是中国自古以来神圣、固有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两三天来跟别讲，这两三来讲啥？讲亲爱的台湾人民们，不是同胞啦哦，台湾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啥？核心利益，什么是核心利益？鬼才知影，我嘛唔知什么是核心利益。唔敢啦，伊知影，这国际法伊知影啦哦，来。最后两条法律哈，再来，这五军事占领不得移转占领地主权，有无？这条一条，咱的法律哦，第一条，这初级班都爱知影的，第一条，啊，这我拢有去甲查出来哈，是这条法是写伫对野战手册的对位哈，这拢伫遮，哦，啊来第二条，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而在流亡所在地自行管辖。这是记载《日内瓦战时和平条约》第47条内底，这拢国际法的规定。哦，啊，第三条，我想安尼得啦，这拢算五条的啦。啊，哦，安两条得啦，因为时间到了哈。那、哦、我今天上课告假哈、哦，谢谢大家，好，下课。各位好，下课休困十分钟。台南州林昭煌先生，台南州林昭煌先生，麻烦来找我一下。宜兰州要领证书的，麻烦到教室最后面。宜兰州要领证书的，到宜兰州后面办公室。不是，各位同心注意哦，这边要坐那个巴士的，请准备100块到我这边缴费。哦。